3.3.1 你了解光吗？之前的几节课中，我们讲了让画面更真实的第一个秘诀——渲染器。那么从这一节开始，我们就来仔细讲讲让画面更真实的另一个秘诀——光。一、光源。自主发光的物体称为光源。日常生活中，我们将光源分为自然光源和人工光源。自然光源主要来自于太阳光，以直线的方式进行传播，因此我们也称为线性光源。而人类造的光源更复杂一些，例如我们常见的灯泡、蜡烛光、火把等物体，光线从一个点发射出，属于点光源。手电筒、射灯这一类呈放射状，具有一定方向性的光线，属于聚光源。户外液晶屏以较大发光面积发射，属于面积光源。那么这些光源是如何照亮我们世界的呢？这就要提到光的传播。二，光是如何传播的？这里我们用太阳为例，由于太阳离地球太远，所以照射到地球时会呈现出线性的平行光束，也就是直射的日光。当太阳光穿过大气层后，会遇到细小的水蒸气和灰尘，其中一部分会继续以直射的日光形式进行传播，另一部分会在大气中发生反射和折射，形成散射的天空光，最后再传播到地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白天室内不开灯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看清物体。最后，当这些光接触到物体表面后，一部分会被吸收，另一部分则会被反射回空间中，间接照亮其他物体，形成非常微弱的环境反射光。可以说，如果光线不发生反弹，我们的世界将是一片黑暗。三，直接照明和间接照明。如果将直接照亮物体表面的太阳光称为直接照明，那么照亮其他物体的天空光和环境光就称为间接照明。直接照明和间接照明综合后，我们称为全局照明。全局照明为画面带来了丰富的色彩关系，形成冷暖对比，最终呈现出真实的物体景物自然光影。四、光与质感。从物理的角度解释，我们所看到的景物明暗程度是由其表面发出的光线或表面反射的光线进入人眼所决定的。当这些光线进入人眼越多，看到的物体越亮，进入的越少则越暗。当光线射到物体表面后，会形成三种关系：镜面反射、慢反射和半慢反射，表现出不同物体的光泽度。一、镜面反射。当一束光线投在光滑的镜表面上，小部分被吸收外，大部分会被镜面反射出来。镜面反射需要在反射角度上才能看到。物体明亮的光源影像，其亮度等于光源的强度，因此我们又称其为镜面高光。二、慢反射。当一束光线投在粗糙表面上，光线会向四面八方呈辐射状的反射出去，反射效果能在不同的角度看到，没有明确的反射方向，表面既看不到光源影像，也看不到光斑。三、半慢反射。在反射角度观看，能看到一个明亮的光斑，它不是光源的影像，仅仅是一个亮斑，亮度没有镜面那么强烈，离开的角度越大，亮度越暗。那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知道了光在物体表面的传播原理，
你就能更好地配合光照，模拟出物体的材料质地。镜面、金属、水面等光滑的镜面反射表面，尽量避免用面积较小、较强的灯光照射，用大面积的散射光或全局光照，在画面中可以模拟出镜面质感。像坑洼的路面、麻袋、毛线织品等粗糙的慢反射表面，不要用强光照射，光线太强会失去其起伏质感，不足以表现细节，尽量用斜侧光照去表现。在阴影的配合下，画面可以呈现出比较粗糙的表面起伏效果，体现出物体质感。而皮肤、丝绸、尼龙品等半慢反射表面，在光照中要处理好高光的位置、数量和亮度，高光的面积和亮度都不宜过大或过亮，数量也不宜过多，柔和的亮度能表现出较好的效果。好了，现在你已经了解了光线的传播和反射，镜面反射、半慢反射和慢反射的原理，你记住了吗？下节课将为你介绍光线和色彩的关系，不要错过哦，拜拜。